能容受折磨。你的灵魂让我更加强大。我不会就此退缩的。灵魂将永受折磨。似乎有人受伤了，救一下他吧。宝石就是我们的亲儿子。哎，宝剑。
月亮湾的事儿，就是那些人干的吗？哎，今天的收获不错呀，可以卖个好价钱。山谷就再也没回来了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Ha!
暮雪山脉这个地方。去了山谷，就再也没回来了。漂亮的东西。哎，今天的收获不错呀，可以卖个好价钱。你想让我开心吗？买。哎，我听说最近你想去哪儿呢？这个天气，只有我的宝贝儿才能给我温暖。哎，走过路过。